今天来拆的是巴夫特小羊元气甜点时刻盲盒。这套是八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款。第一盒是什么呢？屁桃蛋糕，立马捏捏看，闪亮大眼睛，毛茸茸的桃子放在杯子蛋糕上，甜到啦。下一支，兔鸡蛋糕，依旧是经典配方，也太好抓了吧。下一盒，串串糯团，有两个小羊脸，谁忍心吃？每款配有金属挂钩，小羊可以挂在任何地方陪着大家，快乐不停。集市饭团，那么可爱的软萌的小羊，太想咬一口了吧。脱去集市外衣，拆出小羊饭团，是什么呢？咩咩甜筒，这是也太可爱了吧。夏天必备，爆呆苹果，小嘴那只铁丝任意凹造型。最后两只抹茶慕斯蛋糕，还配个小碟子，还是魔术贴设计。蹦蹦米花，拉拉小脑袋，还有小丑红鼻子，每一只都好治愈。元气店长可脱的围裙帽子， banana 化身烘焙师，太想要了。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